Hello， 欢迎回到又跟。我还没有想到我的名字。Three hours later。然后我都已经笑不出来，我都讲。对。开始啊，那个海鲜炖饭，它其实白雅是没有海鲜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它最一开始，它是从一个叫达伦西亚的一个城市来，然后它是用鸡肉，还有兔肉，这就是，对，所以我是加鸡的，对。然后他们有说，就是最正统的就是不能海鲜跟鸡肉混，就是只能陆地的食物，就陆地，然后海洋的就海洋。待会我今天晚上会试一下。你觉得是觉得真的蛮好吃的，好，有你我就很放心，一定是好吃的。你什么都没做，没有，我要鸡肉，那是我不要，我啊对，刚才我配的酒。现在要加这个是橄榄油，因为西班牙菜就是最重要的是橄榄油。肉颜色很漂亮，你小心。OK， 继续。你要喝几口？加鸡肉，加高汤，再尝加高汤。然后高汤要把我们的菜。都盖过，这么多吗？你累了吗？有点。还是我们一起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叫我们的人。有四百多一张。你那个东西要开这么久吗？加个虾子，哦，这份很小，很香的，对，然后下我的蛤蜊。现在要给他焖五分钟。Later， 哦，开了，哦，有味道吗？哦，欸，真的很肥，好像有点辣椒。哦，打开了。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比较容易，它叫做 tortilla de patatas。备好料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做这个tortilla。你可以帮我把那个马铃薯都拿来，不够我们再加什么？然后让他们差不多煮个5到10分钟。好，来喽。焖一下，让它香香的。来。De patatas。 好，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刚刚做的菜。嗨，哇，那是青鱼给镜头看看土锅饭。对，哇塞，看起来超好吃的，是炸青鱼。炸青鱼，对，然后今天用的青鱼罐头的青鱼，对，罐头剩下的那个
那个叫什么汁呀？汁，对汁。然后加了葱，还有米酒，青鱼汤，对，还有一点芝麻油。你很会利用一些食材哦，对，都没有浪费，对，很厉害。试试看，先从哪一个？你的这道，真的吗？你想吃是不是？好，我给你。只能说好吃。后台给你吧。瓜不提，这个是那个，就像意大利面。对，好，试试看。还不错，真的不错。一层一层，好吃吃看，还不错，不错，还不错。吃，等一下可以加个番茄酱啊，这个配番茄酱，很棒。我这边失败就不会啦，就很尴尬，不会啦。怎么样？我跟你说好吃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谢谢谢谢，不会不会，感觉很好吃，看一下，而且很简易的料，你吃吧，好吃哦，看起来不错哦，好吃哎，很日本哎，很日本的味道哎，非常好吃哎，好吃哎，我觉得这个比我的好吃，没有，有吗？这不会失败。第一次看到炸罐头的，很特别。那没有，就这样。就外面脆脆，好吃，很好吃。好喝哎！你看他的表情。不是，因为酒味很强。我刚刚已经有点醉。你这放蛮多米酒。对。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那这是理查跟 You 的烹饪教室第一集，也可能是最后一集。没有，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对，虎年行大运。